彰化虽然无高山，但却有一座守护彰化平原的八卦山。为了守护美丽家园，彰化县政府水利资源处特别在花东乡举办一百零九年度水土保持管理计划，推动山坡地保持管理，建立山区水平化，邀请花东乡民共同参与，期待在经济和水土保持之间取得均衡的发展。这一大片美丽山呐，就是守护彰化圣山八卦山。千万唔通看轻这座八卦山脉，因为有伊，予彰化平原会当防掉雾损。只是这一大片山呐，嘛是彰化真重要的农产种植区域。彰化有名的往来、龙眼、奶子、甲西施柚，甚至是花大白山的笋仔，拢是出产伫八卦山脉。只是长久以来，农民常常因为水保法的限制，予山坡地无法度合法使用，一无注意就会犯法。现在少年啊，无咧倒做，啊老岁也无法哩啊，啊，阮是拢加减做啦，阮年岁侪拢加减做。为着要保持八卦山脉美丽景色，甲伫个经济发展之间取得平衡，彰化县政府水资处特别伫个花坛举办一场说明会，希望会当将政府的各项水保法令甲农民来做沟通。哦，咱花坛吼，当兵是甲分行各界吼是一个八卦山啦。啊，因为咱这个八卦山是伫一个山脉吼，所以常常受到这个水保特区法的这个范围诶法令的这个规范啦。啊，但是咱嘛知影讲吼，即卖咧做田的跩是拢是一寡老农，少年的拢少，啊，佮加上拢这山吼拢有加加细，啊，所以讲要来伫山顶做事吼，拢靠人啦，然后是无可能的。啊，所以讲咱即卖是如何伫取舍讲，这个法令吼，甲咱即卖现状。很空，咱跩时代根本无落去山顶来做着一个山，做着一个田，吼、哦，这个部分咩来做一下取舍，卖予咱跩农民讲吼、哦，为着要来做一个山，啊来赚一份食，啊来还一个法，啊当然这法的部分吼、哦、是咱人咧定的啦，啊是毋讲相关单位会使针对着讲咱这个状况，啊是咱这个环境来做一个解说，会更较快，予咱民众袂讲动袂动着就犯着一个这个水土保持法，予咱的民众吼，干来看到伊的财产，啊，拢袂使落去种植，啊，吼，大家拢干来当个伫遐咧发草了。透过双向交流，予农民会当了解到水土保持法的用意，政府单位嘛会当知影农民的需求，互双方会当取得平衡点，共同来为彰化这块土地拍拼。新彰化新闻北平林花坛采访报道。